成化帝晚年时感叹自己膝下无子，太监却表示他有儿子，只是在冷宫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何成化帝会不知道自己有儿子？他的儿子又怎么会在冷宫中？看完这段明朝往事，让人唏嘘不已。成化帝本名朱见深，也就是明宪宗，三岁时因土木堡之变被立为太子。 但好日子没过几年，七岁时呢，他又被贬为了夷王。从人人尊敬的东宫太子，到无人问津的闲散王爷，身边的人也是接二连三地背叛了他。唯有一位名叫万珍儿的宫女，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不仅给予他生活上的照顾，还一直鼓励他。这让年幼的朱见深对他感恩不已，甚至产生了一种依赖的情感。 后明英宗朱祁镇通过夺门之变再次登上帝位，朱见深再次成为太子，万贞儿也继续陪在他身边照顾他，并将对他的呵护转化成了若有若无的男女之情。明英宗驾崩后，朱见深登上帝位，他按照明英宗的遗嘱立了吴氏为自己的皇后，又将万贞儿立为贵妃。按理说， 万贞儿能从宫女摇身一变成为贵妃，已经是莫大的恩赐了。但她呢，对这一切仍旧是不满足。毕竟她的目标是皇后。于是，她凭借着皇帝对自己的恩宠，时常在朱见深面前哭诉吴皇后苛待自己。最终，禁不住万贞儿煽风点火的朱见深废掉了吴皇后，并打算立万贞儿为皇后。不过， 消息一传出去，就遭到了两宫太后以及群臣的强烈反对。先不说万贞儿出身卑微，就单说万贞儿的年龄，都足以当朱见深的母亲了。更何况两宫太后岂会让他这种心术不正之人打理后宫呢？于是此事不了了之。不过，万贞儿也凭借此事向天下宣告了他对朱见深的重要性。后来。 朱见深立了王氏为皇后，只是因为万贞儿的存在，王皇后也等于是名存实亡。后宫真正的主人还是万贞儿。据说，万贞儿总是仗着朱见深对她的宠爱横行霸道。宫中但凡有忤逆犯上之人，万贞儿便会让对方当场见血，不得好死。仗着朱见深对她的宠爱，她甚至还将手伸到了朝堂上去。 他的亲戚布满了整个朝堂，可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万贞儿三十七岁这一年，他终于为朱见深生下了一个孩子。对此，朱见深也是十分高兴，不仅马上封万贞儿为皇贵妃，还扬言要立这个孩子为太子。可惜天不随人愿，孩子生下来没过多久就夭折了，甚至连名字都没来得及取。 痛失爱子以后，万贞儿又会作何反应呢？此时的她几近疯狂，因为她知道自己年龄已经不小了，以后恐怕再难有身孕。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万贞儿终其一生都没能再生下第二胎。因此啊，她对后宫那些年轻的嫔妃嫉恨不已，生怕那些妃子会母凭子贵，并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于是，为了巩固自己在后宫中的地位，他开始阻止朱见深宠幸其他的嫔妃。同时，宫中只要有嫔妃有孕，他就会命人设法将孩子打掉。即使有嫔妃躲过一劫，得以生下孩子，但孩子呢，也迟早会被他弄死。不过，凡事总有出现例外的时候。成化五年，血气方刚的朱见深在醉酒后宠幸了后宫的一位纪姓宫女。 这位宫女在宫中谋生多年，自然知道这不过是皇帝的一时兴起。更何况，如果被万贞儿知道此事了，那就难逃她的魔爪。于是，没有声张此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即使在不久后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这可是龙种啊！她不敢自己私自打掉，也不敢告诉朱见深，毕竟他对万贞儿的手段早有耳闻。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随着季氏的肚子越来越大，万贞儿也知道了此事，于是他命人将季氏关进了冷宫，并派贴身婢女送去堕胎药，以绝后患。不过，在看到可怜兮兮的季氏以后，那名宫女动了恻隐之心，终究没有为她服下那碗堕胎药，季氏也得以逃过一劫。但躲得了一时，却躲不了一世。在季氏生下皇子以后，没过多久，万贞儿就知道了。 当初那位宫女并没有对继室下死手，于是呢，他又派亲信太监张敏前去溺死那个婴儿。张敏去到冷宫以后，看着刚刚出生的孩子，也实在是有些下不了手，决定帮这个可怜的母子一把。但张敏只是一个太监，她人微言轻，如果公然和万贵妃作对，保不住继室和孩子不说，只怕呀、啊，连自己的小命也是难保。且朱见深已经专宠万贞儿多年。 对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态度也不好说，所以也不能将此事禀报给朱见深。最终呢，在张敏的深思熟虑之下，他决定给万贞儿玩一把狸猫换太子，把那个孩子藏在了冷宫中。就这样，季氏和孩子逃过一劫。张敏因为此事办得漂亮，被万贵妃器重，得以近身服侍朱见深。 孩子也靠着冷宫中各位娘娘的帮忙吃百家饭长大。济世的孩子身为皇子，难道就注定要在冷宫中度过一生吗？终于，一切呢，在成化十一年迎来了转机。某天晚上，正在梳头的朱见深看着镜子里自己日渐衰老的面容和日益挂霜的白发，不禁感叹自己的年龄已经不小了。可西家呢，却连一个儿子都没有。 此时正在一边服侍的张敏觉得时机到了，于是他走上前去，跪在朱建生面前，表示朱建生在冷宫中还有一个儿子，如今已经六岁了。朱建生闻言，甚至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张敏见状，连忙将当年的事情和盘托出。朱建生这才命人将冷宫中的孩子接了出来。 当他看到自己那个面黄肌瘦、连胎发都没有修剪的儿子时，不禁想到了自己一波三折的童年生活。他哽咽着表示：“那孩子长得像自己，就是自己的儿子。”给孩子取名为朱佑承，并册立为大明朝的太子。眼看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好转，可谁知既是突然暴毙，紧接着张敏也吞金自杀。 明眼人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也只是敢怒不敢言。终于，朱见深的生母周太后出手了。虽然她不能将万贞儿怎么样，不过呢，她却可以阻止万贞儿伤害朱佑杠他她将朱佑杠接到自己宫中亲自照看。万贞儿虽然心狠手辣，可也不是不知轻重的人。他知道自己惹不起太后，这才放过朱佑杠 成化二十三年，万贵妃突然暴毙。关于她的死因呢，历史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对于她的死，后宫中人人窃喜，就连前朝也有人拍手称快。与这些人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朱见深。万贞儿死后，他辍朝七日，并成日郁郁寡欢，最终积郁成疾，在八个月后就一命呜呼了。 朱见深死后，朱佑称登上帝位，史称明孝宗。朱佑称刚刚坐上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万贵妃的亲信就已经坐立难安了。毕竟朱佑称凄苦的童年全都拜万贵妃所赐。不过呢，没等朱佑称本人开口，众大臣就已经坐不住了。毕竟万贵妃在世时，他们可没少遭到打压。 于是，大臣们纷纷上书，要求将万家满门抄斩，以泄民愤。万贵妃的弟弟万喜自知难逃一劫，为此呢，他还早早地写好了遗书。可朱佑校却做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他表示，既然万贵妃已经死了，那就让一切都到此为止吧。他并没有被仇恨蒙蔽双眼，而是选择原谅一切。 更是勤于政务，给大明造就了一段和平盛世，被史学家们称为“弘治中兴”。